废话，我当然在刷车，因为我就是个刷车控。除了刷车外，我还是个收藏家，我喜欢收藏一些被车主遗弃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每样东西背后都会隐含一个故事。大壮说我有窥私癖，我不承认，我只是觉得我的故事太少了，我应该住在一个充满故事的房间。我工作一向仔细认真，从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，而且会悄无声息地把它们处理掉。可能出于这个原因，很多人喜欢来我这儿刷车，我自然就成为了这几条街上最有名的刷车工。再后来，我就成了这间洗车行的老板。再过25分钟，我将迎来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，可现在我还在刷车，是我爱这辆车吗？我当然爱，我爱每一辆车，但这根本不是原因。5分钟前，我正纠结于胸前的第二个扣子是系上还是打开的时候。哎，我说哥，你说我去之前是不是该讲讲话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我们这关门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说不刷了。大壮说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操！大壮的梦想是刷遍这条街上所有的车，他再也实现不了了。我的呢？这一切是我的梦想吗？我喜欢刷车，我爱车，不如说我迷恋的是让一辆布满尘土的车在我的手中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就像一个故事重新开始。赵秘书，事儿办完了，赶快把卡的密码给我。知足常乐，这是大壮经常说的。如果跟大壮比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我至少还能比他多活15分钟。所以，我应该知足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如果2012真的来了，那在这之前你们最想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如果2012真的来了，我会一直陪在我父母身边。二哥，我想和男朋友去一趟巴塞罗那。教你咋办呢？然后在大教堂呢举办一场婚礼啊，这样我这辈子就没有。你等等说吧。我没回答，但我想过，我真想过，可当事情真正发生，我的生命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候，才知道当时想的都是骗自己的。我这个充满故事的房间其实是个他妈的充满欲望的房间，他们丢弃的全是曾经他们占领过的，所以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他妈
把密码给我，你废什么话？就算人死了，跟你们有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我的事儿。为什么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呢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哟，充满了阳光的味道。正好，最后一下完事儿了。多少钱？30。